进村不见房，闻声不见人，讲的是中国北方有一种古老建筑奇观地坑院。已经有四千几年历史的地坑院是中国民居史上四大奇观之一，分布在黄河两岸的山西、河南一带。黄土高原独特的地形和土质孕育出这种地下挖坑、四壁作洞的独特建筑，不需要木材，经济实用，冬暖夏凉，亦都契合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观念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，随着居住环境改善，不少传统的地坑院废弃。直到2011年，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河南陝州更加将地坑院发展为智慧景区，三年累计接待游客300万人次，旅游收入达到1亿2000万元。被称为地下四合院的地坑院，曾经是中国人适应和融合自然环境的杰作，传统技艺得以传承，更加开辟了脱贫致富之路。传承与文化共融 ，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